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瓜的哥，这里是奥特曼传奇英雄，我们今天又来玩了。好的，这里我们先把今天能领的福利领一下啊，这个商城免费召唤，招！哇，这什么英雄啊，好可爱啊，很萌的，来超银河召唤，史诗级别的奈克赛斯奥特曼，奈克赛斯40个碎片啊，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合成的。好的，这里我们至尊啊，至尊双倍领取，哇，好多金币，可以，7日。走，我们这是第6日获得了这么多钱，可以。公道这边我们看一下啊，这个加载，哎，加载出来，这我都领取了啊，这个达到10级才能领取这一个东西。通关领好奖，通关1-9，我们现在好像玩得很近啊，这每日道具领取，我的天，有一点厉害啊，1000个万能碎片，你们见过没有？还有5000个钻石，哇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。好的，这里这个欧布斯链我们先不管它啊，我们现在要我说了的，我们要进化一波，再进化一波洛亚5星级洛亚，就算我化为宇宙星辰，就算我化为宇宙星辰。好的，这里我们离开，这个技能我从来没有点过啊，好像也可以提升战斗力啊，我们加一下啊，都把技能点到2级，看见吗？2级了啊，2级。可以，然后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提升？这个金元我也玩过了啊，这个我搞了3个金元，然后皮肤我现在没有什么可以升的啊，身心卷它要身心卷，还有这个东西超越啊，我们没有，不要紧，我们直接去挑战这个出战，我们要玩剧情啊，1-7，开始战斗。啊，又是他，又是他，哎，想打赢本少爷啊啊！赛罗非常强势啊，他说厉害，哎，这不就是我们刚才获得那个碎片的那个东西吗？他叫嘎刺星人，哇，这个名字有一点凶残啊，有一点凶残。好的，我们直接用我们的5星诺亚，哎，这什么东西？雷欧，雷欧软木，哇，这里还有个雷欧帮我们打，他个雷欧他出来了啊，他帮我们打。哇，我们已经够厉害了，还有个雷欧奥特曼来帮我们，非常强势啊！哇，雷欧应该是打酱油的存在啊！我看一下我们这次的 boss 是谁啊？哇，他居然在玩双截棍，大家看到了没？哇，说实话，这个雷欧有一点跳跃啊，他这个移动有一点快啊！哇，这个诺亚真的强！我们马上就6星诺亚，我们又可以解锁一个技能。哎，这一关怪物还挺多的啊。好的，前面应该是打 boss 了，我们看一下 boss 是谁。哦，马格玛星人，直接秒了。这是在跟我开国际玩笑，你真的是。好吧，那么这一期的视频我们就到这里。下一期视频我们再见哦，拜拜。